光是看到这个雪碧跟这个咸金菊在里面翻滚就好疗愈哦。稍微搜一下，我们来做咸金菊。你看，好疗愈哦。你看，哇，太好喝了，这个配方真的非常好，可以再是咳嗽哦。可以啊，这个配方是来自加水下去也可以啊。香港的水泡啊，你看他自己也在喝。咸金菊，60年加。60年加50年的咸金菊，他妈妈给他的。